边可以看到一整大盘的这个木质的小托盘，那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大的，它上面呢是这个是轮岛图，然后它上面是有这个银杏叶的这个设计，那看中间是有两片叶子。接着呢，我们看到它的旁边有很多这种各式的小容器，看一下它的深度大概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它每一个都是木头下去切凿的，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款式，然后还有不同的这个木头。这个是原木的，没有上漆。稍微重一点点，这个估计可能是比较贵重的木头。好，这整个大盘就是推荐给大家。